这个。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学校还要积极的举行一些所谓的 campaign。嗯，这些 campaign 然后怎么样？它非常的重要，可以训练我们的学生一些方法 ，OK， 照顾好自己的安全，或者是逃离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的现场，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可以逃离。像这些所谓的那个这个所谓的 Cerama 跟 Selamatan Jalan Raya， OK， 或者是 Kebakaran 跟 Kecemasan， 可以训练，可以 train 我们的学生，以便他们更加的注重这个安全的东西。OK， 鼠标也是我们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当你放法的时候，你要放鼠标。这样你可以放谚语，什么谚语呢？就是说这些 activity 啊，这些 activity 啊 ，activity 是的米干，这些 activity。Sedemikian activity sedemikian mestilah dilakukan secara konsisten. 你要讲 consistent 的做 agar membuahkan 那个所谓的 hasil yang positif. OK, hasil yang positif kerana 这个字，然后就丢一个谚语 ala bisa.然后就特高比亚斯 ，OK，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活动呢，一定要很 consistent 的去做 ，OK， 什么叫 consistent？ 就是说持续，它是超英文字的 ，OK， 持续的去做，以便有一个好的结果。门瓜看瓜就是一个水果的意思，门瓜看它就 positive 就是一个水果结实了，结果了，它就给你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结果，因为阿拉比斯。德高比亚瑟，什么是阿拉比瑟？德高比亚瑟就是习惯成那个自然 ，OK， 习惯成自然 ，OK， 习惯成自然 ，OK， 阿拉比瑟德高比亚瑟 ，OK， 所以我们就放一个小结论 ，Jelasta bahawa，OK，Jelasta bahawa，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Cerama 啊，或者是这个 Murid。Jasa bahawa murid-murid akan memperoleh 那个所谓的 pelbagai pengetahuan 那个pelbagai pengetahuan dan pendedahan 那个tentang cara menjaga keselamatanmelalui 这个activity sekolah 或者是 campaign kesedaran. OK， 好了，什么叫本的答案啊？杰拉萨巴沃简啊，这个所谓的清楚的说，我们学生会得到各个的那个知识，还有本的答案就是曝光。OK， 我们学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曝光，就是说很多 expose。关于到怎样去照顾好自己的方法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再讲了一次啊，你写这个内容的时候，你记得你写内容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所谓的主要的 idea， 就是你的 point， 然后你有了 point 过后，你要好的解释，你就说这个活动的重要性啊 ，bagaimana mengapa 的那个 kesan， 它的重要性就是给训练我们的学生一些方法，怎么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还有逃离这个现场，它发生了这个意外。像 contohnya misalnya 啊，我们的这个 Cerama Keselamatan Jalan Raya， 还有这个所谓的欲火那个什么火灾演习呢？什么 latihan kebakaran dan kecemasan， 可以训练我们的学生以便把这个所谓的安全注重我们的这个安全。mengutamakan 就是注重我们的安全 ，OK。activity certificate 这些这样的活动呢 ，OK， 一定要好好的去 consistent 的去做，以便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习惯成自然 ，OK， 杰拉萨巴哈尔，所以 OK， 清楚的说，我们的学生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有曝光，关于到一些方法，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科斯拉马丹 ，Right，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写法，我们的这个。第四段 ，OK， 这是我们的第四段，还有两段罢了 ，OK， 还有两段罢了啊，
OK， 下一个就是学校要做东西。OK， 就是在那个科学室，或者是那个 RBTS 实验室、科学室啦，那边要注意的。OK， 这个好了啊，所以我们看下一个了。来来来来来，还没好的可以再看 Group Chat 那边有的抄。OK，Group Chat 那边有的抄，非常漂亮。如果你拿电脑来看是很漂亮的，拿电话来看也是很漂亮的。OK， 是 Akil Scali 啊，这个是 Akil Scali， 逗号。阿 Q 斯卡里，我们的这个贝哈萨博拉学校又可以做东西了。Esta juga boleh menyediakan 这所谓的 peralatan kecemasan。OK， 第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kawasan sekolah。OK， 这个是下一个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准备一些所谓的紧急用具。OK， 紧急用具，紧急用具，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可以准备一些紧急用具，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给谁？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生用。OK， 传多年，我们有什么很好的例子？可以放传多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penggerak那个kebakaran那个火灾的那个alat penggerak这个 kebakaran， OK， 然后当然是灭火器啦， alat pemadam 灭火器啊， alat pemadam 这个所谓的那个 kebakaran api 就好了， alat api mestilah一定要的 diletakkan， OK， di mana， OK， 啊 di mana， di 那个所谓的di 哪里， OK， 好， di 学生们，这个要你们告诉我了，请问大家这个所谓的灭火器这些地方应该要放在哪里，在你的学校里面哪一个地区是有灭火器的，写在 group chat 里面一下。OK， 大家写在 group chat 里面一下，告诉我学校哪一个地方是有灭火器的。OK， 学校哪一个地方是有灭火器，去找一找，来告诉我一下，在 group chat 里面跟我讲一下哪一个地方是有灭火器的。厕所有没有？每个班外面都有啦，还是什么？每一层一个吧，对不对？啊，有一个学生说了是班外面，是每一个班外面呢，还是每一层才有一个？啊，大家，你一下我。OK， 来食堂 ，All right， 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第一卡瓦山 canteen， 逗号啊 ，luar kelas， 第 luar kelas， 然后第 luar maksimal size，OK，、okay? 这个地方，好了，下一个。下一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这样讲啊，这个 peralatan tersebut OK must be in a good condition 啦， OK 你不要一打那个所谓的灭火器一喷然后喷水出来的，灭火器还是喷水的，对不对？ OK peralatan tersebut semestinya 或者是 sewajarnya 啊，那个所谓的 selalu diperiksa， OK， 时常的去 check diperiksa agar berada dalam keadaan，
okay, in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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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safe, very useful, 就是一个很好的 condition. 咱们的安什么？ 咱们的安。 dalam keadaan agak berada dalam keadaan yang baik dan perlu dan tepat berfungsi dengan efisien. Okay, efisien. Saya cuci这个东西就说。 这个所谓的谚语吗？有谚语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做好这些所有的东西，这样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吗？当然了，舍得看白龙死龙虎将，我们刚刚讲了，那个所谓的时常去做这东西，我们也是讲了。So， 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谚语。OK，我们就说 how in it， 可然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 kemalangan boleh berlaku pada bila-bila masa dan mana tempat. Okay, 然后 mana tempat, 然后这是因为那个所谓的。 那个火灾啊，或者是意外啊，可以在随时随地发生。Pak kata berbata，然后就写一个 malang tidak berbau。什么叫 malang tidak berbau？霉运是没有，OK， 没有这个预兆的，就是说你不懂什么时候会发生不好的事情。OK，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给你 expect 不到的，你猜不到的 ，right？ 所以你猜不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加一个你就放 bandit gutter，bandit gutter 这个所谓的那个kemalangan di sekolah dapat dikurangkan， oke， dengan adanya。 dengan penyediaan peralatan keselamatan. Okay, 意外发生了，但是至少没有人死掉。这种如果有人死掉，这个不再叫做意外，这叫悲剧了。 Okay， 悲剧了，悲剧。 Okay。 的风系就是啦，有一个功能呢，功能，我们可以发挥那个功能。OK， 好了，搞定。OK， 意外随时发生，最后一个了，可心不烂眼。OK， 可心不烂眼，那就放 sudah terang。 lagi bersuluh sudah terang lagi bersuluh bahawa ok 已经很明确了 ok sudah terang lagi bersuluh bahawa 那个 pelbagai cara yang dapat digunakan oleh pihak sekolah dalam usaha menyelesaikan menjaga keselamatan murid. Okay, 结论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 sudah terang lagi bersuluh 这个是一个谚语。 然后很多方法，就是你的那个学校的责任，就是很多方法可以学校用来照顾好自己那个所谓的学生的安全。然后你搞定了这个过后呢，你就说下一句，下一句你就讲那个所谓的学校老师 ，OK， 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OK， 意外是可以避免，又或者。 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啊
那个所谓的 guru 啊 di sekolah mestilah menyadari 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实 hakikat 就是事实 ok bahawa 啊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所谓的 kawasan sekolah mempunyai risiko yang tinggi ok 这个所谓的学校范围有一个很高的风险 risiko yang tinggi berlakunya kemalangan ok 学校有一个很高风险发生了这个意外 ok 意外OK，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学校它是一个很高的风险发生这个意外啊，而这些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Alright， 而这意外是可以避免的。OK， so jadi oleh itu 这个我们的那个 langkah-langkah 或是 setiap pihak semua pihak mestilah。berganding bahu bagai aur dengan tebing okay, berganding bahu dengan tebing dalam menjaga keselamatan murid di sekolahOkay. Supaya kemalangan dapat dielakkan. Okay. 好了，所以我们的 oleh itu 所有人 ，OK 啊，一定要 berganding bahu， 就是说一定要合作。Berganding bahu 就是 bekerjasama， 一定要放 berganding bahu menggembing dengan 这些东西，然后就放 bagai awal dengan tebing。跟肩并肩合作来照顾学生们的安全以便意外可以被避免 OK 好了搞定这个 setter